对双台的威胁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部署了二级开设。通常二级开设的规模跟投入的人力，只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之后才会部署。而现在不仅是提早跟全台各县市的防灾中心来做连线，包括了消防署、气象局等部会，也都派人24小时来驻守，只希望提早能够掌握灾变的资讯，才能提醒民众提早避难。西太平洋。